看我嘴。你们说大哥瘦了，那吃点好的了。喏，新开了一个翘脚牛肉。他们家的扫码点餐，记住一定要点整只不切。先点这些，回锅再加。钵钵鸡虽然它是冷锅，但是它也是飘着仙气儿上来的。看看这红油，哇哦，这牛蛙简直就是埋在辣椒里的。哇，整只的牛蛙。它对得起爆辣卤牛蛙这个名字。你看我嘴，它是从嘴里辣到嗓子的那种辣。火山冰这个小眼神儿，哎呀，我先来一口。哦，解辣神器，这个能增加战斗力。另外还挺多的，还有西瓜呀、芋圆啊、红豆啊、薏仁什么的。小锅的翘脚牛肉量也不小啊，这个汤是牛骨熬的，煮的那个圆白菜特别好吃，看牛肉的纹理，牛肉会偏瘦一些，但是它很嫩。翘脚牛肉还可以加汤。这个不能停，吃的时候没有那么辣，从一停下来就一吸气都辣。我鼻子尖都冒汗。嗯，我看好多人都说这个豆花好吃。来，第一口给你。我这出汗了，哈哈。哇，这个豆花好好吃。小碗菜，千层肚。加了一份豆苗，一份圆白菜，我觉得这个汤煮菜真是太好吃了。